不好意思打扰你们，我是里长郭书成。等一下在10:30的时候，在贵社区的门口会有一个人行道的会刊。那如果有兴趣的住户想要了解，或者是有意见想要表达的住户，可以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会刊。你做完了人行道，反正我们这里变违停特区，不做人行道没有违停，他会往那边违停，他不会在这里停。我实在无法理解，违停的问题比较重要，还是说行人安全的问题比较重要？因为违停被撞死没有关系，违停有关系。违停会造成行人被撞死。大哥，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做？不然你讲一下，行人安全也可以解决。我们这里跟你做一个，慢慢讲，慢慢。不做都不会错啊，反正不要做都最没事的。不能再，对了，对了。我还有想到一个工作要做到的事情因为去餐厅吃饭是不是就是衣服要很整齐，然后仪容也要很干净，那这些东西你要怎么做好它？洗脸跟洗澡。洗脸跟洗澡。好，那要不要刮胡子？要。那你会刮吗？我会带刮胡刀。你会带刮胡刀，是带去的时候刮吗？带去剪瑜伽刮。在家里不行刮吗？时间会来不及。会来不及哦。所以你会带去捷运站的厕所刮。那你自己会刮得干净吗？还是需要别人帮你检查吗？不用。不用，所以自己可以做好。好。那这样听起来你都知道怎么做，对不对？那如果工作上没有做到这些怎么办？不知道。会不会不能去？会不会就不能去上班了？会吗？你想一下会不会？不会。不会，那所以没关系，如果上班迟到，然后没有礼貌，或者是你没有穿干净的衣服，好几天没洗澡，这样还可以继续上班吗？不行，对不对？所以可能就没办法上班，那这些东西你自己可以记得吗？可以，上面。